广州，地处中国南部，珠江下游，濒临南海，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是粤港澳大湾区、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以及“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广州，这座拥有上千万人口的繁华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在不断重复，人潮和车流随着日出日落而流动。在这个快节奏的都市里，有一座坐落在热闹里的公祠，那就是林淑华公祠。然后他们家的家族是成员非常广泛，他爸爸是吏部，就等于说是我们说的这个法政界的一些精英人士哈。然后对这种格局性的东西非常的稳定，所以他的设计是非常的大气。然后呢，他的女儿的所有的子孙都在法国，然后每年都有回来。那我们虽然没怎么交流，但我能感受到他们的那份谦卑，他来看一看，他既不拍照，既不拥有，既不留恋，他只是来关照一下，你很诚心诚意的，只要回这边都来一趟，看一看自己的故居，然后就回去，所以你多点去接触这些传统的东西，你会发现，你接触它的时候你是很安全，而且是很有方向。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种传承的学习。然而时代变迁，公祠也随时代的变化换了新面貌，由香云纱布料制成的中式旗袍和各种物件成为公祠的焦点，占据着公祠的每一处。这些作品是麦子从9年前开始事业的时候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每件作品身上的一针一线都是他的成果。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是采用植物染料鼠凉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香云纱源自岭南，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顺德的香云纱养蚕缫丝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素有南国丝都之美誉。完整保存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挺爽柔润，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易洗易干，色深耐脏，不沾皮肤，轻薄不易起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经久耐穿，适合在炎热的夏天穿着，受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它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是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我经过我在我们岭南地域，从了解香云纱的织造到它染整，再到它能够成为一批好的面料来到我们裁缝面前做衣服，其实它有很多的元素呢，却会是由这个天气的这个影响所决定的，它有很多的一些工艺的很细微的一些合成环节，它必须得靠这个
手艺跟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处在的变化去做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合并，就是说有时候你可能想印出一个这样颜色的花哈，它可能不一定如你所愿，就好像我们农民做庄稼一样，他有时候要看天时地利，他能够出来就出来，他出不来的话你也强求不得。所以这个面料为什么会让我们特别关注它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在过去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嘛，我们不叫去驾驭它，而是去跟它平等对话，去做了一个叫综合的这样一种手艺的延续，就是说你必须要遵循它一定的规则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的面料呢不大可能说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你还得看一看当时的这个环境能不能允许它有这样的一个发生。所以当这个不确定因素出来的时候，从面料商再到我们裁缝的手里面，我们是没有承诺的分量啊，就是说 你一定要这个东西它就一定会有其实不容易。这是一个大家接触香云纱都很知道的一个条件来的。当然呢我们也会保存一些非常珍贵的面料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用到，但是这也是需要很多方的力量，譬如说织造的师傅的工艺很完整达标，有了好的底胚，又遇到好的晒量师傅，然后在晒的过程当中也是能够有了更好的一个温度和湿度的融合，它这块面料出来的亮泽度也是为上品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在晒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用人工里面有一个事情是非常就是有障碍的，譬如说这块面料的底胚很重的时候，你在晒量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付出的时间就很长，付出的人的人力啊，包括它的技术的难度会更高，那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技术，所以说晒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遇到这气温有变化了，那可能晒的量也就这么多了你是没有办法说我天天就把这个最好的在做，也容不得你有这样的选择和决定。所以说好的面料呢，我们有时候会趁着所有的天时地利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一下子也能是直到去到500米到1000米，它是非常有限的，它不能无限的说我天天都在做这种最好的没有这个可能性，它就只能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发生了这个事情的合成，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好的面料，那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资金，那我可能把它整个都买下来，那就一直可能会有多一点，但是往往这种情况毕竟还是很少嘛，所以说有些面料它做的量比较少，流转的速度也比较快，你想再重新去找回它的话非常难，不仅仅是3年5年的问题，而且呢有些香云纱它停留在这个收藏的过程当中如果在免潮免风化，就是保护的非常好过程当中，它的整个开片的生成呢它会特别具有它的亮泽度完全不一样的，你把2年3年5年的放出来一看就知道，所以懂得香云纱的人他甚至很喜欢把它藏的年份更久远一点，所以它更不舍得拿出来，所以你去追寻一些更好的面料的时候它难度又更增高所以毕竟来讲它还是比较少量不像说我想您给我找来那我就给你找得来香云纱固然漂亮，
下定决心去做香云纱却很难，想好好经营香云纱更难。传承人在刚刚开始接手香云纱产业的时候，甚至有一瞬间想要放弃。遇到香云纱还真的就是这几年，就是前前后后9年吧。也是无意中遇到，但是就遇到很好的老师，带入门，这点是很感恩的。就是能够接触到真正的香云纱，其实真的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缘分。然后它毕竟是一个有这个传统工艺的，而且它聚载了一些我们说的这个整一个的我们岭南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载体，它作为一个民生的这个衣食的用料哈，它在衣服上它自己作为面料的这种角色呢，其实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但是为什么我会特别钟爱它呢？可能是由于我自己本身就是岭南人吧。对于穿着的这种体感啊，包括我们从裁缝的角度去选择面料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面料呢，它的确很具有它自己的特性，而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真的由此至终都非常遵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这道法上面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应该说昨天在群里面他们有问为什么一个花色过了3年就没有了。我经过我在我们岭南地域从了解香云纱的织造到它染整再到它能够成为一批好的面料来到我们裁缝面前做衣服，其实它有很多的元素呢却会是由这个天气的这个影响所决定的。其实我做到第2年第3年我都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呢不能配白边，因为它会有植物染嘛，它会染色嘛，如果你在上面配白边了，配色银色的边杏色的边它都会染上去，所以呢它实际上它是你想借助一些东西来给它做配色撞色或者是调板呢，好像是比较难的，除非你是用它，但它呢又全部都比较过了泥嘛，它肯定都比较暗调是吧，它又不可能说很亮，所以呢在很多人的眼里就会觉得它非常的深沉的哈，就是很有精力这个样子，不鲜活所以我在做它的设计的时候是曾经是非常困难的，就好像我有10个客人来，他都有6个客人7个客人说我不喜欢我不想穿这么黑，要不你给我来点鲜艳点，不要老让我穿黑。我也因此而觉得可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就是我妈8年前跟我说的话，她说你转行做这件事呢你不会做大的，你不用想，它就是一个百年小店，你要是认了你就做。其实她第一年跟我这么说，我跟我先生都是笑，我们心里面不服你知道吧，我的意思说我们这么有市场这么有客户群的人哈，我怎么会做不大呢，我怎么会做得像你这样呢哈，事实如此，我做的还不如他。他以前很厉害，那个面料放在那里一沓一沓的，你们可以任选，然后那个上海时装是吧，在桌面上几本，你爱选哪个他都能给你很快做出来。现在我们不行了，为什么？香云纱太贵了，我没办法1溜1溜的给你选，你看我只能这么一小片一小片的给你选，这是其中很尴尬的地方。第二就我们在囤这个资金的时候，我会发现你们的那个消费的这个要求啊太复杂了，就是在线上谈一张单你可能要1周的时间你才可以促成，所以这眼睛都不是做衣服做坏的，完全是看这个看坏的为什么呢？没办法呀，他不来呀，他没有时间来，那你做不做你还是要做吧是吧。那许多让人厌恶的追求的所谓成功，我们其实并不真的知道它是什么，
或者说我们自以为知道它是什么。我们更熟悉的反而是挫折的面貌，它有的是办法在任何时刻让那些就算对命运再顺从的人都觉得难堪。然而像麦子老师一样的现代女性，并不因为挫折的这么具体而失去了抽象的看待人生的能力。她们的生命中总有更多可能，更多希望。她一生的实践并不意图从遭遇的挫折中得到补偿，反而是去追奔属于自己的成功可以是什么。正如麦子老师一样，通过自己的不懈坚持，把这个逐渐没落的传统手工艺重新带上了正轨。但现在我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没有问题的。譬如说我做了十件，就是我用余生来讲，我可能都做不够一千两千件了，是吧？那我就做一千件作品出来，它该是谁穿就谁穿了。实际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任何负担了，就是你去换一个念头，你就会觉得你走上这条路其实不是那么憋屈，不就是关于跟挣钱之间的一点问题吗？那如果说这十个客人来只有两个客人喜欢，那我就再找十个嘛。那现在找十个是不是很容易啊？是啊，各个渠道的社交软件都可以，那我就再找十个，可能里面只有一个，那我又再找十个。所以我今年第八年了，我应该是第四第五年我的客人再回头，就之前他们也是觉得没什么不一样的，是吧？等他穿着，哎，整个衣柜为什么我就喜欢穿这几件，原来都是啊你给我做的，他就回来找我了。我见我有六大群，每个群300多人，我有时候我跟陶子坐在这里，我就惨了，说今天根本不知道谁对我们东西有兴趣。虽然我也在上面讲了很多，好，后来我们下定决心，不喜欢香云纱的，我马上提。真的，我们就这么痛快，三月份一直做到现在。现在我们只有两个群，一个群280多个人，一个群260多个人。280多个人呢，是我们的铁粉，就是全部每天周一周五听我讲香云纱的。第二个群呢，就是我们换季了，有一些单品做福利的，那我们就让他们在那里，因为不是每个人的消费力都那么强，是吧？那我们也照顾到他，因为他们喜欢我们的东西，那我们也做一些便宜点的腰封啊、小包包啊、袋子啊，或者一些促销的衣服，然后我们就回馈给他们。然后我们的回馈都是真实的，不是说我们要把价调上去什么，我们是在群里面全部公开面料成本跟我们的工价，全部都一视同仁，没关系的。因为来的越简单，我的商业模式越精简，那我的性价比越高。所以说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之后，救活了我们传统产业。事业一步步走来，一件件衣服见证了麦子的付出。他在刚刚要站稳的时候，决定去开设女红学堂，来带动更多的女性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可能自己是女人吧，所以会觉得做这些事情好像很顺理成章啊，就感觉到跟女生可以慢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概念里面还真的没有想过男生。就在女工学堂构建的这个对象当中，我想到的都是女生。所以可能我自己也是跟女生相处的时候，我自己的那种流淌啊会很自然吧，因为跟我自己性格也有关系，还是想做一些关于女人的项目。所以当时就是把一些关于女工方面的一些传统文化我都去搜索了一下。我觉得就做一个学堂吧，可以让更多的女子一起来学手工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我们说的织染拼挑接，我们都是可以去一起去学习，
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宝藏，它需要不同的人去一起参与，去表达这种技法的融合度，而且在这个我们说的众多的这个女工的种类当中，能够全部能够学成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因为它的整个面很广，我们可能只能够在其中有一个技艺可能是特显自己，就像我自己，我是在拼的这个环节上做得比较好，所以很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抱着这个想法，觉得这个项目可能持续性很长，所以就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去做这件事。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这个艰难步入正轨的行业再次变得灰暗。我跟我妈这个行当绝对是今年是不可能活的，因为很多师傅真的都死了，甚至有很多师傅觉得已经太累了，我不可能再适应这么多人不同的需求那我还是不做了吧。所以有很多手艺非常好的师傅，特别在疫情期间基本上一放下就再也不做了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很难做，没有什么人做，那我觉得我做对了因为我还能去做，我为什么要放弃呢？是吧？那如果说难做到大家也做不了，我也做不了，那自然去放弃了，那是很应该的事情，是吧？那现在我们能够越做越好，那我们就不要在乎说我们一定要让1000人都满意，对吧？我们能让部分的人能够了解到、知道、愿意就好。挫折更擅长的是落井下石、穷追不舍，他等着我们输光手中的筹码，他也无视我们如何千辛万苦。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坚持，才要去改变，才要让这个行业在疫情的冲击下存活下来，才能将一手烂牌打成好牌。所以呢，今年疫情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也是我认为在传统工艺上面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就因为我们真的一人一板做了2000-3000件吧，我们就有一个大体的数据库。譬如说像你们这样的身材我看了体重，我可以估测到，然后我跟你一对，然后你拍正面、侧面、背面照片3张照片，全身照平拍过来给我的微信，基本上中装是没有任何问题除非是旗袍或者是一些特定的立裁所以说我们为我们解决了我们去做这个传统生意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就是我们既为他所累，但是我们最终也是依仗了他的功能，然后把这个生意做下来。你真正的想把一件事做好的话，你需要很足够的智慧，就是你一定每个点你都要踩得很稳，否则的话你都会一次又一次的摔下去，你不可能会做得很顺利因为所以我们今年我们这群我们这种女人呢，也算是在职场回来又重新做项目，我们都说了几个经典的话语，就是孩子长大了看来是时候要创业了，总不能跳20年广场舞吧，是吧？你看我们现在才开始创业，我们其实不着急什么时候创业，而是把这事扎稳了，它自然就那条路就在那里。所以我们并不是带着创业的概念去守候这些东西，我们其实就是要反复的去做尝试，最终很稳了我们就像你们说的，人生已经到最后一次机会了，那我就把我所有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女人的这个筹码压下去。为什么？因为不管你们经历了婚姻、工作、生儿育女，最终你回归的还是一个人。那你为了对自己负责作为一个女人来讲，我们得出的经验就是你真的要有点本事把这个钱积累起来。能把事业做大做好的人好像都有些谁都能说一大串相似的特质。
比方说勤奋、律己、胸襟、眼界、谋略、胆识。他们在成功的路上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曾在刚开始的时候被打回原点，曾在刚步入正轨的时候遭遇疫情，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正如现代女性的柔美、细腻、坚强，这些特质隐藏在深处，不轻易被别人看见。这些特质看似无用，与成功毫无关联，其实柔软比坚强更有力量。他们谦逊、诚实、怜悯，财富、名声、地位在他们眼里微不足道。这就是现代女性，她们经历风雨，她们无畏得失，她们从另一个方面、另一种角度成为一股新兴力量，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至此，日后若是有人分享成功，他们理应功成名就。经历风雨是你，无畏得失是你，破茧而出是你。